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发测评的那个啊。其实我写测评呢，也是因为希望大家能看一下。我确实尝了好多家，我尝这为啥呢？我确实想卖这个东西，就是卖那个牛皮犄角鸡什么的。但是我因为我也不会做呀，肯定就是想挑一个最好吃的一家才能代理嘛。然后我卖什么东西，肯定我得最喜欢，我觉得哪个最好吃，我才能卖哪个。所以我就写测评，然后我还没法说是在哪家买的，因为我要卖嘛。实话都说完了。这个确实好吃，我是对比下来觉得哪个好吃再卖哪个，不是随便卖的，不是看谁家卖的好就想卖谁家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不会随便下定论，你不多比对比一下，你怎么知道哪个最好吃？吃的好吃的就是幸福。